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。大家还记得北京有个金太阳吗？接下来我们的乐队给大家演奏这个节目，大家可以在下面和一下哦。乐队在上面拉，我们可不可以在下面唱一下呢？可以的哈。好，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丝竹乐队，给我们演奏北京的金山上，有请。
接下来的节目啊，是